很突然欸，啊，是新版的。Tell the soul it's time, true as it can be。旧版的好了，旧版的好听一些。嘟嘟嘟嘟嘟，哎，咦，嗯，哦，嗯。是你的背景音乐，然后他第一首放的就是这个，突然就有点 feel and the
这个是什么？最近去看了迪士尼动画展，很棒。但他有几个蛮经典的作品没有放在上面，有点惊讶。他是照年份放，就是展览是从哪一个？白雪吗？白雪公主开始展，到最后最近，今年12月会出一个新的叫 Wish 奇月吗？还是什么的新的公主 IP？ 哎，这个好蛮好听，可是我还没有练。今天很放松。嗨，哦，你知道直播场上面写这周有两场直播这件事情吗？两场直播？没有啊，我给的是只有一个时间呢，怎么会只有两？怎么会有两场直播这个问题呢？我看一下。How many wonders can one ever？南瓜头代表什么？没有代表，我不知道那个标题要用什么，就用个南瓜头。好，有可能是因为南瓜马车吧，所以就弄了南瓜。我有看《未来少女》吗？昨晚有紫萱一萍首次，我没有看，老实说，真的没有。最近都有叫什么隐居山林，躲在洞穴里面，我连我的IG 账号都没有开，已经一个礼拜没开了吧，大概有一个礼拜。所以你们要问我说什么事情的话，我可能要等一下看才知道。Where the people are, see you wanna see them dance. 你想当公主哦？当个凡人不错吧？公主有点太梦幻了，就太无法想象。应该说，人人都有公主梦，但是。现实告诉你，当不了。卡拉 OK， 应该是跳这个。真的，我最近躲在洞穴里好久了。这样蛮舒服的，其实。所以现在出来山洞看一下大家，谢谢剑谷的红玫瑰，谢谢。下周是公演啦，然后我要出山洞啦。哎，太快了吧！对的。哦哦哦。前面是讲话。Look at the star, isn't it neat? Wouldn't you think my collection's complete? Wouldn't you think I'm the girl who has everything? Look at this rock, treasures untold. How many wonders can one cabin hold?Looking around here, you think, sure, she's got everything. I've got gadgets and gizmos aplenty. I've got. 我歌词，真的跑太快了，跟不上。But who cares? No big deal. I want more. I wanna see.Where the people are, I wanna see, wanna see them dancing, walking around on those. Flipping your face, you don't get too far, like a subscribe with four jumping dancing, strolling along on the street. Up will they walk, up will they run.Will they stay all day in the sun, wandering free? Wish I could be part of that world. W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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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these waters。 我好像只唱了一半，在那个影片上也唱了一半，我们还是放原版的吧。但我还是喜欢动画版的。放了，我们就来聊天吧。广告太多了吧？嗯，好。哦，晚安 ，MM 先生 ，Hello， 今天没有换名字呀。可是我传来出去，这个人看看这两件事跟嗡嗡的说的说，你是想说生日影片吗？我说对吗？我好像看到你有抽中，对不对？生日影片。She's got everything. Got chains and gizmos of plenty. 谢谢拼拼的千纸鹤。被小编搞了，我根本没有给两天的时间啊！我其实也不知道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意思是，你们说的两个直播是你们刚巧才知道的。我看看哦，成员介绍哦，不是这个，你们是放哪啊 ？FB FB。为什么八月十一号会有我嘞？为什么嘞？我是给十三号哎，怎么会有八月十一号要播的问题？等等，为什么？为何嘞？怎么有这问题嘞？我怎么给这两个时间？礼拜五晚上我也不行啊。就嗡嗡最特别吗？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问题嘞，好奇怪。我去问一下吧。我十一号等到睡着，以为你想要来个 TGIF， 以为赚烂了，没有，礼拜五晚上也不可能那个时间播啦。星期五那天大家都在等你，还是你要直播模仿一下被鬼操控的妆容？那个是什么新的梗吗？你要当我宫里的公主啊？哎，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会是什么系列呢？睡美人吗？有可能哦，就睡美人可能比较像，对不对？广告？什么广告？广告？不知道，对不起，我最近躲进洞穴里面了，任何资讯都不晓得。你要问我最近发生什么事，我也不晓得。全连广告，等到后来直接去睡，不等了。所以我有回报成功吗？我没有收到回复，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你去找少彤跟安安拍的全联哦，我知道他们拍广告这件事情，但是我不晓得是什么内容。中原普渡吗？我来看看，我打 AKB， 应该会有人上传啦，对吧？等一下，全联广告。Snow grows white on the mountain tonight. Not a footprint to be seen. A kingdom of isolation. I'm a queen. The wind is howling like this whirling storm inside. 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 tried.Don't let them in, don't let them see. Be the good girl you always have to be. 哇，是哪一个？这是哪一个系列？我看看啊，后面有没有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Let it go, let it go. Turn away and slam the door.
cool never bother me anyway。 我没有看到哎、欸，这个应该是它很多不同主题对吗？我现在每个主题都在翻，看会不会看到。Makes everything seem small, and the fears and worries control me, can't get to me at all. It's time to see what I can do to test the limits and break through. No right, no wrong, no rules to me. 我打 AKB48 会有吗？ Let it go, let it go.名字会不会有这个？这样应该叫他有了吧？战人贞子吗？是贞子吗？啊、哦，不是，是去年的，是吗？ Into the ground, solar spiral, and it, 没有哎、欸，有没有关键字？我真的找不到，是我打的关键字的问题吗？It's in the past. Let it go, let it go.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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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Let it go, let it go. Your native girl is gone. Here I stand. 这个嘞，哦，是2018年，没有哎、欸，为什么啦？到底为什么？没有，我看一下有没有人打关键字。霸、啊、是霸凌那一只哦，但我刚刚是直接跳过他了吗？霸凌相关，打霸凌吗？搞不好会认不出来，怎么可能？三天前霸凌同侪吗？看到，我看一下哦。哎，看到了，这个是这个吗？我认不出来是他们，等一下，认不出来。少彤我也认不出来，哎，真的是认不出来。等等，下面的留言好像蛮踊跃的哦，啊，好惊讶，我刚刚完全没有认出来是他们哎、欸，少彤我也没认出来，看留言才知道，对，真的，刚刚我只有看到啊，那好像是安安，就是安安稍微看得出来是他这样，谢谢拼拼的米卡有惊喜，谢谢，你以前画过大红，哇，好久以前了，不过你为什么要？为什么你要把你的名字上面放了一个婴儿的头贴图示？我看他前面留言哦，我刚刚是错过蛮多，我刚刚整个活在自己世界里，到底怎么了？到底怎么了？嗯，你是睡美人，那每天早上我就用亲吻叫你起床哦。午安迟到了 ，Hello。刘星，你是刚刚才进来吗？嗡嗡午安 ，Hello， 翔哎，午安，午安。要来分享一下手收换过心情如何吗？哇，这已经好一阵子嘞。我什么时候做的？8月6号吗？对啊，我都叫到喉咙破了，你活在世界里面。阿红城欧乐 B 生日那啊，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有一阵子，有一年的样子，好像有一年了。是一年了，对，
嗡嗡在深山修行吗？我也不知道，我在深山里躲了好一阵子，就是还是没法，你还是没法小儿子吗？怎么会？啊，对，我最近没有开 IG， 完全没有，不知道到底是谁敲了我，我看一下。最近有发生什么动荡吗？应该也是有的话，应该我也不会知道。哦，这个是小梁，然后米加乐真的是一周前的，真的是没有办法再传，对不对？没办法，小儿子 IG 是最近那个更新吧？嗡嗡，下周五见吗？下周五已经出了，等一下，新的直播表已经出了吗？还是还没？哦，对，礼拜五是公演啊！我的天哪！所以你星期五直播是姐姐弄错了吗？因为我没有给礼拜五的直播，我只给了一次，给两次有一点困难。先叫你是山顶洞翁，对，真的，哎呦，社恐兔，你终于出来啦！你躲在你的山洞里好久了，也是啦，兔子喜欢躲在洞穴里面嘛。翁翁要不要一起去吃三锅臭马？三锅臭妈妈，哪里的三锅臭妈妈？告诉我，我去看看，我去闻闻看，是不是真的很臭？海报午安，小管面线午安。我连网页版也没办法，所以是更新的问题吧？你又更新过了吗，米家人？你可以试试看更新看看，因为 IG 最近是不是台东？那不行，对不起，台东太远了。台东那个妈妈可能会抽到台北来。我昨天跟朋友去唱日 K， 点太多歌直接唱不完吗？你们可以在最后一个小时把所有歌都唱半个小唱半首歌就切掉，这样好像会每首歌都能唱到，也比较快，因为大部分都是重复的嘛，对不对？ 是我不知道，去 KTV 跟朋友去 KTV 好像都是这样，比较有效率。传给我神秘的过去，哎，你还没传，你要传给我吗？你什么时候说要传给我你神秘的过去了？你后来封神有看完吗？我后来没有看完。你说那个你传的封神对不对？那个封神七分钟嘛，我记得。我以为你跑去礁溪度假了，为什么是礁溪？没有，就是躲起来了，不知道，一阵一阵的，可能我也不知道，这次公演前会出来，有活动前会出来一下子这样。博城啊，博城，让我出山洞嘛，出山洞，我再来把那个当初你们传给我的东西看一看。你上次问我怎么入坑，但我这周太忙了啊。对，你想起来，你有想起来这件事情是吗？所以想用小猴子、小盒子跟嗡嗡说，其他成员好像也有同样的问题。你说传给别人不行，看不到，还是收不到？有没有可能是收不到？你传了收不到？我不知道，因为。我现在的留言吗？啊，不是，上次有人密我是什么时候？一天前，那应该是没有办法传吧，对不对？但这个人本来就怎么样都联络不到，没差啦。因为我躲在山洞里了，谁都找不到我，不好意思。我决定过时候会进去找你，第一件事就是大喊什么？大喊什么啊？你要给我惊喜是不是？上次你按到的那个什么接？上次你按到的那个什么接什么什么陌生讯息，上次你按到的那个什么接什么什么陌生讯息，礁溪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我完全，我连真的你看我连冰球的东西我都还不晓得，就代表说是真的，我连 IG 就是自己的 IG 什么完全都没打开，我朋友在干什么我都不晓得，哇，不知道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个时候，就是一直不想出来。不想出来，不知道怎么回事。看一下，上次传完就锁住了，就是你按到那个按钮之后就不能传了吧？可是不是说很多成员也是这样子吗？不会到时候不会是？谢谢小眼木的红玫瑰，谁？新手，谢谢祥A的缘分相恋，谢谢祥A。嗨，大家好，我是。看一下，
谢谢小野木的红玫瑰。我星期五那天传过去的也被锁了，也超怪。哎，我看一下，你传了什么给我？你礼拜五有传东西给我，有传成功。我现在打开我的小盒子，看到说什么有开播吗？这件事情是你在讲这个吗？还是说其他图片之类的？我是跳出提示说要接受聊天邀请。我所以知道的面面也是跟你一样的问题。IG 盒子下周公演也是全餐吗？想哎，基本上我应该算是对，俩这样是爆雷吗？嗯，总之不管买哪一场，应该都看得到，我只是多跟少的问题而已。所以啊，对哦，要公演了，好快哦，时间过得好快，一个月就这样咻咻咻的。那你在山里有悟出什么人生道理吗？嗯，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没有在山洞里也会每天在那边想的事情，就是没有一个任何一个结果，你只会想自己很心烦意乱而已，就是一个个性使然吧。然后在山洞里没有悟出什么，只觉得好舒服，就是脱离三 C 的控制之后很舒服，会觉得步调生活步调很慢。可能我觉得老了之后会想去乡下住着吧，觉得都市让人好，就是我爸我连话都不会讲的是怎样。嗯，我比较喜欢这种生活，就比较没有纷扰的生活，这样子自己私底下啦，这样。但是工作形态的话，工作上的话，那就是一定必须要强迫自己打开看。所以最近出来，等我出来。你现在要担纲公演重责大任了吧？也不至于，你这时间就会准？哪有？没有，我还是迟啊，我是给四点哎、欸，我还是迟。我刚刚在讲什么？哎、欸，吕猫，我记得你不是假日不能看吗？辛苦了，宝贝，不会，你们生活太辛苦，你们以后要去山洞，有好多个山洞，台湾有好多个山洞哎、欸，你要找到哪一个？你现在是公演的，可是有一点没有安全感，是因为一起要毕业了。因为毕竟跟一起，其实那个时间是有点尴尬。我的意思是，一起来到 Team TP 时期是一年，然后我们是他在他们待了一年后进来的，所以其实算蛮熟，就是很习惯 TP 有他们这样，所以他们要走了，我有一点心情复杂。就是没有安全感，觉得好像有他们在的公演或者有他们在的地方，他们的任何出席的活动，我就会觉得哦 ，OK， 我们就是 Team TP 这样子。然后结果现在变成我们的位置可能会往前推嘛，一定会，无论如何都一定会嘛，因为照前后辈，如果往前推的话，你就会觉得 Oh my god， 好像少了什么一点，就是对，重责大任没有重责大任，我该怎么形容呢？就是变跳得多了，然后位置可能也比较明显一点点嘛，对不对？大概是这样。只是觉得，竟然 IG 一直搞的是你多看兜粉吧？哦，对，兜粉就是兜粉，真的比较生活，就是想到什么就会想发，但是不限不适用于在山洞期这样。你要确定耶？确定哪个部分？我最近也是躲在山里，一天只用手机两三个小时。我刚下班正要回饭店，等我一小时，好，我等你。哎、欸，为什么是回饭店？你为什么？你是住在饭店吗？我的意思是，你在日本都是住在饭店吗？不会吧？不可能吧？这样超贵的。好、哦，然后我刚刚回 M 先生。M 先生说：“你也是最近用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的手机，那你最近都在干什么？”乌翁已经是 T 组大姐，不要这种，不要用年纪的方式去排，好不好？资历还算是浅，没有到大姐头，只是年纪上打了点啊、哦。对，没关系，有 Luca 陪我 ，P 组有 Luca 陪我。不会吧？找 AKB 根本不会有吧？打没有，有可能是有粉丝会上传 AKB48 Team TP 周家安、张少彤广告之类的、啊。我这周在名古屋出差吗？你是到什么时候啊？出差应该都蛮长时间的吧，对吧？用拿口红画脸。全联官方有放 YouTube， 看一下。
Let it go 那天唱歌有人点这首歌直接唱台语版的吗？日 K 怎么会有台语版的？不是都只有日？我很好奇什么日 K 韩 K 那个里面没有会有混其他语言的歌吗？还是就是像台湾一样放在其他语种里面？ Let it go 娃娃带我走吗？哪次不带我带你进山洞里面看看山洞的美好找全联官方频道的中原广哦，就点英文版唱台语歌词啊！哦，好像蛮聪明的耶，而且他居然连英文都有吗？你下次开台之前就会回去了，就会回去了。我下次开台之前就会回去，回去哪里？我还没醒来，我的天哪！回去 ，Let it go， 回去山洞吗？不知道，应该不会。不会吧？我觉得应该会出来。现在直播就是一个工作开启要开启的模式，所以就必须出来这样。谢谢阿北的猫的手收，谢谢阿北的。你再继续这样消极的经营，的粉丝会越来越少。如果这是你想要，再苦口婆心都没有用了。我当然自己先想过啦，只是。我觉得有点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吧，就是没办法控制自己想躲在山洞里面。当然就知道说现在的 IG 里面应该很多讯息之类的，可是就我也不知道，就是努力的告诉自己要出来。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有这种时候。好，喷个酒精。唱错词 ，P 叉 Channel， 哎 ，Hello Ting， 这个是怎么跟绿哥的名字一样？我记得上次好像有看到这个人，然后也说了一样的话，我跟他说了一样。谢谢洛里的水晶四叶草，根本不理留言，找不到也应该的嘛？没有，我刚刚明明就很认真在找这个东西，然后后来才跑去看留言。谢谢洛里的一颗心，谢谢。是不是我真的笑？所以 M 先生，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有私信，还是你连你都不能私信我？看一下，我是不是 IG 关掉了吗？小盒子是不是让嗡嗡有压力吗？我觉得不，这是怎样？为什么？等一下哦。好，我打开了小盒子，也不是说有压力吗？不是，也不会让你有压力，绝对不是。不是有压力，我要怎么形容呢 ？M 先生，快点，代替我，我的发言人是 M 先生 ，M 先生可以理解吧？谢谢洛里的音效卡，其实我从来没有这样过，以前好像也不至于这样子嘛，我不知道到底怎么了，我根本连打都没有打，你找不到我了吗？你没有，你说你要打，但是你还没打。这样，看一下。曾经你觉得私讯是你坚持下去的力量来源，心情不好吗？没有啦，也没有心情不好，不会心情不好，心情不好算是应该蛮明显就看出来，但是没有所谓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只是需要躲在同学里面，好像讲废话一样。看留言跑掉了。我看到了，米迦勒。第一件事情嗡嗡知道，第二件算是小确幸，但八字还没一撇，需要独处的时间为自己充电哦。算是吧，就是我很需要躲在自己的空间里面充电，这样。就我不知道，可能年纪越大，越来越社恐，有点社恐。我只要出去一下，我就会觉得好想要回家，好恐怖，好恐怖。以前比较。活泼就是一直想跑出去，一直想跑出去，然后跟朋友出去什么。可是现在是想，就是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这样的感觉，不知道，好怪癖，听起来好怪，好孤僻的一个人。但是没有办法嘛，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年纪增长嘛，我会希望好好回应别人的心情，所以讯息都慢慢弄吗？跟我一样哎，真的吗？这边应该是不是蛮多人都是这样子的？我猜这边应该蛮多都是在现实生活中。都比较内向嘛，好像不算内向，就是比较需要自己空间。社会人好像都是这样。好，
我也不知道。所以米江，你还没告诉我第二个小确幸是什么？我是办公室坐久了，一直想跑户外，不然好闷吗？这根本关不住你吧，小梁，你都会到处想跑啊，不是只有关在一个空间里面吧？你应该是那种有休假就会想出去好好的玩一下，而且是那种游山玩水，不是去人很多很喧嚣的地方，对吧？是吧？很小梁欸，超级小梁风格的。我喊完你一定又对我翻白眼。我现在出门基本上都是去听，如果心情很好，暂时不回讯息吗？哦，你们也是这样子吗？心情更 down， 你说哪个部分？哪个部分？心情更 down 是你现在的状态，还是躲起来的时候心情会更 down？ 我先打枪战了吧？你在玩什么 SF？ 哎，不对，这个游戏到底还在不在啊 ？CSO 跟 SF 到底还在不在？还是别的什么 APEC 吗？还是什么 A？ 我忘记那怎么念了，什么 AEP 什么鬼的？绝地啊，绝地啊，绝地求生现在还有人吗？还是都是人机？看一下。可是我昨天去空军基地一堆人，但是看战机表演挺开心的，是有人啦。因为之前是可能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排位里面的人没有很多，就是已经都上去了，所以才会放人机这样子，也是有人机。我刚刚回什么、啊？小梁对不对？小梁说去看假日，我觉得去哪人都很多欸，不论那个地方到底有不有趣，感觉人都会很多，因为台湾的地就是这么大，对不对？而且之前是什么，我好像有一前阵子自己出去去中南部，然后看着那个火车觉得心情很平静。火车我突然可以理解喜欢火车的人是什么样的心情，就会觉得很美，因为火车是跨了好几个世纪的产物，觉得到现在还能沿用它很漂亮，就是这件事情很美好，很梦幻吗？我不会形容，看着他就会想到很多事情。Oh my god， 这个是什么？天哪！不，讲太多了。只有一句传出去，后面的照片都哦，所以不是只有一个人是这样。如果是这样，那你说吗？只是对于现在这个状况有点压抑。好哦，我也全餐吗？想欸，那如果说我没有全餐，你是不是也要说你没有全餐了，是吗？全餐又没有什么爆雷，也没有剩多少人了嘛？我不知道，因为我很怕到时候把公司就是什么机密给讲出去之类，就是很怕讲错什么。想不是你看出一点精髓，看来也该入坑了吗？我没有全餐吗？你应该很忙吧？你最近我觉得你也是该好好休息一下。你这个礼拜有没有稍微跟自己和解，还是没有？你觉得没有更好的？公司现在也没什么，也还是要。就我觉得如果泄露自己的东西算了，可是泄露公司的东西实在是有一点难，不太好，不太好。不知道，因为毕竟我知道的公司的东西没有到很多，所以尽量不要讲，怕讲错。如果你不看私讯，你也不知道我怎么了啊！我现在看嘛，我的 IG 怎么又不见了？我是把它关掉吗？哦，这边。没有，但是 UNO 可以传图片欸，为什么有些人可以传图片？是不是更新之后才这样子？如果是个案的话，那真的是个别出一个，可是如果是大方向大家都这样的话，那要等 IG 更新了。看一下，你跟我说礼拜五开播的事情吗？可是我真的没有给礼拜五啊。火车上的便当，因为你是我的巫婆嘛，你还不是对我很生气？我看你已经被我气了半年以上了，没办法，小盒子那就给我赖吧，出尽发言。如果赖就是兜粉，好不好？兜粉就算是个赖，你不觉得他很像吗？他超像的，只是我不见了，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兜鱼兜粉，我订阅大家，我又消失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天哪、啊。你这样讲应该有传成功，但我传完就被锁起来，不能再传，是不是传一句之后，然后那个人发现我没有确定？我气了什么？我只看到后面那一句。我的意思是，是不是没有你们传一句，然后被系统判定为没有接受，就是我没有接受陌生讯息，所以才没有办法继续传。这样，
Beauty and the Beast 可以唱看，刚刚有唱，刚刚你是不是比较晚进来一点，是吧？是吧？不是啊，有赖你，你也不会回。哎，说对了，阿北太了解我了。我想周家他们应该也放弃了。我记得上次周家密我是什么时候？我不记得，一个礼拜前吗？这个是系统问，米家乐看起来好像是因为蛮多人都反映说 IG 有问题这样。我刚传了，现在还是在显示传送中。我现在我再重整一次哦，看有没有传成功。应该是没有，因为等一下哦，没有传成功，没有，因为在等 IG 更新之后再，我不知道他下一个版本更新，我相信应该很多人写信去反映说 IG 现在坏了，这样蛮快的，我猜。听说要修行才能真领悟吗？我们刚刚是在讲哪一个部分？修行，修行这两个字，修行，但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是，如果你真的要领悟某些事情的话，那你必须真的多跟自己相处一点，你才会某些领悟。不然就是可能在外面跟人家可能出去或是能接触到人的时候，很难一心二用吧。因为要跟人接触，你要同时从你中领悟，那你也只能等到你回家之后，然后回去思考你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讲过什么，你才会突然领悟些什么这样。不然我觉得外在影响太多了。体验人生的道理要去尝白山，以后就是山洞找人。哇，这个是多久以前的留言了？我的天哪！以后找你是不是要去东粉召唤你了？东粉会比较及时，没错啦。不过因为 IG， 我收到了，我收到晴天的，为什么只有晴天传得过来？我就问，现在只有收到晴天的耶，还是你没有更新新的版本？是这样吗？十分钟前，等一下，我有这是什么业配吗？类似业配吗？哦，好像是我收到，等一下，这个太突然了吧？我怎么突然？等一下再看，好，等一下再看，这是什么类似业配的东西吗？好，我的位置比较特别吗？嘻嘻，你刚刚唯一跳出来就只有你一个好怪哦，还是因为你没有更新？我认真说，是不是？李，哦，你看一下你的粉丝团，但是我都没事，是不是最爱你的程度？所以我是 VIP， 全部没有，全部都没什么的啊？你们在讲什么的？粉丝团 ，IG 粉丝团吗？好，我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知道夏威夷森林大火这件事情，就这件事，其他我都不晓得。看一下哦。哒哒哒哒哒哒，我的粉丝团怎么了？打开了。啊，有，我收到水锤了，水锤有进来。你是 T 组大姐了，要照顾妹妹们哦。我会好努力的照顾可爱的妹妹们，但是哪一种照顾可能不能保证。看一下，竟然 IG 一直搞是你多看多粉吧？现在你们要成为安心的来源了。对，希望如此，也只能是这样子，因为毕竟。挡在他们前面就是我们嘛，所以就是一定要。不过我是说浪的粉丝团，浪的粉我看一下浪的粉丝团。完蛋了，这个东西怎么用？我看一下粉丝团。粉丝团。我要按到某一个人的那个标签才可以进去粉丝团是吗？好像是好像是。谢谢地球的缘分相遇，我好很多，已经慢慢从泥沼出来，慢慢挣脱出来。你是用什么方式啊？可以分享一下吗？用什么方式才可以真正的帮助到你？谢谢奇野猪去把妹的缘分相遇。
虽然你也没什么想关心我就是了吗？不是啊，我就问一个问题，请问除了直播以外的时间要怎么关心？这个很难，这个我自己上次寄那个洛璃传讯息给我之后，我也一直在思考，到底就是这个是距离的来源吧？好吧，看你没有发现我刚刚偷了加你的粉丝团吗？哦，等一下，没有，因为我上面的留言看到拼拼是没有粉丝团的，我现在点开也没有，哎。到底要怎么点开粉丝团？我现在看到小梁的粉丝团，但是拼拼的那个留言还是没有那个粉丝团的吗？居然吗？应该是在下面吧，就是在下面才可以看到。我等一下可以看到，会看到那个留言吧？对吧？对吧？会吧？网络跟电话真的好戏服制约，有时候想几周都封印期吗？哎，爹爹，你今天怎么有空来？太好了，真的是好久没看到你跟你聊天了哈。对，就是我觉得这东西很恐怖。我甚至觉得这个发明实在是到底是好还是坏，每天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你可以发文发现到，可以在豆粉里说话，可以做很多你都不做嘛？我就是说我躲起来了没？你是鬼打墙？我就说我躲在山洞里了，我就任何事情，连朋友发生什么我都不晓得。所以，这我真的觉得电话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像我朋友最近他好像是有介绍我一份工作，说那个是客服还是什么的，然后薪水还不错，这样。但是要接电话，我就是说不管多高，薪水多高我都不去。我真的太害怕电话的东西，有人打给我，我就会就是很紧张，很紧张。我不知道在紧张什么，就是不喜欢电话。网络的话还好，因为你可以把它关起来嘛，对不对？所以就，如果你想别人关心你，你也是要先诉诸善意，躲起来不错啊，小别胜新婚嘛。我怎么觉得今天想要跟我就是想要给我一些，我打给你。打给我来，你打给我，你打给我，来来来，你打给我。无论如何不会接，笑死！这个电话真的发明实在是太吓人了。那你现在要补发手势啊？对，可以。对，小梁，忘记跟你说，我刚刚忘记讲到哪里，忘记回你了。这个还是做尖的，这是尖的。我觉得本人比较好看啦。可能滤镜看不出什么东西，看不出闪闪的地方。但这个做了蛮多人问的，就是，现试试看啦，反正会见到的吧。这个应该不会这么快就卸掉，所以应该是可以看到本人，我才。其实你们的身份很多人私讯你们发出求救讯号，你怎么办吗？我如果在山洞里，我是真的不晓得。跟我们的方志鹏说没有，我跟你说，散魂铁爪，等一下。爪子好可怕呀，请关怀老人，谢谢。所以黑流星你传给我那个是怎么样？你是真的要？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要退？你有打算要告诉其他人吗？是吗？那我握手会去找手收就好了，切下来给你。你直接握的那只手还可以带回家。我的天啊，有点恐怖的发言。汪汪近期都维持这个发型了吗？没有哎、欸，就是没有剪而已。我公演的时候会把它剪成原本的样子，不然实在是太有年纪了。其实我一直都是不喜欢有刘海挡住视线的那一种，但是为了与造型配合跟自己适合，就是比较适合这个发型，所以我还是会回去这样。对啊，反正如果之后已经没有在团体里面的话，可能要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可是现在还在团体里，我就还是用适合的造型会比较好，不然。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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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是谁飘两个过去？看到有两个人飘过去。现在都还留着的，真的很真爱了。还是你宣布毕业时同时宣布出？没有办法啦，真的没有办法，没有下定决心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出家是需要舍弃很多，舍弃所有一切纷扰，舍弃。甚至你的家人朋友可能都久久都看不到你这样子，所以反正就我不会啦，我还是一个对世界有依恋的人，对生活有依恋，只是不会想要极简所有东西这样。我去打通电话给妈妈等等，好，快去拼拼拼拼，快去！你舍得我吗？我应该说我舍不得，我舍不得很多事情，舍不得大家，舍不得你们，舍不得跟。想自己一个人好像又是两回事，就是需要的时间可能舍不得，就快出来看大家一下，如果大家都好，那好，那我就回去里面，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有啊，想当隐形人吗？查查最近爹爹查查查查，我又想到另外一个查查，爹爹最近是在生活上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吗？还是说你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呢？看一下，如果毕业你真的还会跟大家有联络吗？我还是会在 IG 上有联系，IG 上出现啊，这样子，然后。可能我猜，如果毕业后没有继续在 TP 的话，可能在街头吗？街头表演吧。其实因为我自己进这个圈子的初衷，一直都是为了表演，就是一直都是为了喜欢做的事情。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就是偶像跟歌手跟演员的差别其实大到一个不行。对，然后我想做的其实是歌手跟演员，所以。就是比较表演的纯粹这样，可是偶像其实我觉得表演以外还有很多啦。这样，谢谢娃哈哈的我的观众，谢谢娃哈哈。哎，对啊，有人跳掉了。嗯，看一下哦。哎，留言真的是洗到一个很上面。谢谢派蒂的缘分相遇，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这绝对是歌词好吗？你们这个没有歌词，这个直播间是没有办法继续的哈。嗯，哎，等一起身面国雨林都不在了，只剩你，你就会考虑退坑吗？为了表演，但是你却不想跟人接触，你根本在抹杀自己追梦的机会吗？但我没有办法，你这样子，如果要喜欢表演的人，但是他不喜欢社交，他很害怕社交的人怎么办？他们就是永远。没有办法追梦嘛？我觉得不能这样否定每一种人，因为每一种人他们都有可能去追梦，有可能是有反社会人格的人想追梦啊，然后他想当明星也是可以吧？那你怎么可以跟他说你这样子就是你没有办法追梦？不是说偶像只有一种样子耶，其实。喂，我来了，我在客运上睡死。哎，你怎么？你现在怎么会在客运？你是今天出去哪里？你的 IG， 你 IG 的会出现很难保证啊，离开后更难吗？但我觉得至少会有。嗯，我觉得我不会消失啊，会有喘息的空间。因为其实怎么讲，我自己生活的时候就蛮自由，就是想发什么就发什么，比较不会想这么多吧。可能我自己做事会想蛮多的，所以就变得这件事有点困难，就是对你来说看到很困难这样。小梁说是因为工作常使用电子产品通讯和联络，所以休息时就不想再开。嗯，对，我觉得蛮偏向这样子的，对。可是我仔细想想，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我朋友其实有发现这件事情，说我变得很不一样嘛。就是以前很活泼，以前很喜欢跟人接触，对。但现在就不太会，有可能他们就说，有可能是你真的是这几年发生太多事情，然后变得很。不一样，我说可能吧，我也不知道，我找不到理由，找不到，不知道，就以后我当你的小编好了，这种事就留给我嘛。哎，这好像是个蛮好的主意。晴天，你要不要真的来？但是我的护理的薪水不没有办法很多，可能只能让你赚个外快。我今天在台北跟萌萌吃饭，现在要回台中啊！你真的跑来台北吃饭，还是你有其他安排台北的行程？你可以在台北多待久一点啊，你觉得怎么样？人都该有洞穴起来，直面对自己。升格后发文就不用一直在等审核了吧？嗯，对，是没错，对对对。然后豆粉也是不用审核，豆粉完全不用，所以豆粉又更直接了。这样，爹爹是的，是的，对，嗯，真的是。以后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啊！但是你说如果当小编的话，这还算是聘请你的行为，所以还是要支付薪水的。所以，嗯，我觉得真的是需要了。好像蛮多，听说蛮多艺人他们的什么社群都不会是自己经营的，他们就是负责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样。你现在发文不用审吗？你又没有在用豆，我豆粉真的会比较频繁，没有，我就是撇除掉现在。之前躲起来的时期，你不觉得豆粉其实好像比较常用吗？对不对？是不是？这很废，我真的很废。然后哦，M 先生的刚刚那句我没有好好回你，说希望好好回应别人的心情。那你也是一个很细腻的人，你是怕讲错话的人是不是？就是怕豆粉上跟人家互动了。豆粉你还哎，绿哥怎么出现了哈？绿哥，小绿绿你怎么出现了？
我没有发现你来了耶，还是因为你刚没有留言，所以我不晓得。连浪也锁住小盒子，用两分钟跟用三分钟的差别。我回来了，刚刚顺便去拿昨天买的东西。那你很快耶，用别的方式补偿也可以啊，哈哈哈。你等一下要说肉肠是吗？是吗？想晴天，我去拿水，我觉得我快渴死了，整个喉咙干掉了，超干的。其实是有点小孤僻吧。最近也是，我爸是那种，他只要一回家，他就希望我跟他，就是可能他不会讲，他不会明讲，但是一定要在客厅，可能陪他讲话什么，坐在那儿。如果我躲在房间里或者什么，他会很难过，他就会说你怎么啦？但是就是其实我很想要躲起来，就是我不知道，反正我还是会出去啦，我还是会出去，我不想让他难过。他也是一个很容易多想的人，那种应该说我爸妈都是很容易多想的人，所以。无论如何都小孩都会遗传环境影响吧，所以嗨阿呆收到了水锤啊，你阿呆是什么意思啊？水锤，你是因为觉得自己被不会被看到，就是那个留言传不出来，所以你就故意讲了这个是不是？水锤啊，我也是越来越社恐嘛， lowly 嘛，但是哎，得Loli Loli好难得说话哦 ，Loli 真的没有人比你更废，连 Mina 面面都比你勤快了，谢谢，尽量臭，尽量臭。社恐我是还好，不敢主动跟人家。哎，这个是新朋友吗 ？Yuna， 哎，你的名字好可爱 ，Yuna 应该是女孩子吧 ？You Yuna You 不敢主动跟人家搭话，让我来看一下你的资料，等一下他会让你紧张吗？会吗？不知道，反正我看到这个 ID 有点兴奋，有点开心。不敢主，其实我觉得也不用特别逼自己主动做什么事情，就让自己舒服就好了，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反正总是会有几个人来主动跟你讲话嘛，因为毕竟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人，不会每个人都跟你一样，所以不用担心的。我现在出门基本都是去 TP 的活动了，但我平常是懒的成分比较多哈，所以你平常除了去 TP 的活动算是自己的休闲以外，你会自己出去可能玩或是怎么样吗？就会跟不上脚步，但没人跟我讲话吗？有啊，你可以问，还是说你是很渴望交新的朋友？不然就是一般朋友的话不太会有这个问题啊，就是很熟的话你不讲话他也可以理解你，或是他也可以找话跟你讲，对不对？Let it go。 那你在家看到马桶会不会想把头塞进去吗？这是什么自虐行为？水锤，娇西的朋友什么意思？核废料想读好英文，核废料最近想考什么英文检定是吗？ Apex 啊，对， Apex 会伤，没有，他说的是那个PUBG。昨天从台南赶回台北就杀去唱歌，日 K 真的好赞哦！我记得日 K 最近好像蛮红的嘛，日 K 跟韩，我不知道是什么韩 K， 但是日 K 好像蛮多人去唱的。可是这样的话，不是每个朋友，你还是因为你都是会跟喜欢唱日 K 或者喜欢日本文化的朋友去日 K。我的，哎，这不行，这不行，这个。还有韩 K， 韩 K 通常我觉得有市场的话，就会有人愿意做这件事情，把韩 K 搬来台湾啊，感觉会，我觉得台，因为毕竟现在是走韩流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搬韩 K 来台湾的话，我相信应该会蛮多人去的。这样，我没 K， 我在日本等嗡嗡来唱日 K 给我。你去日本啊？你去日本？怎么那么突然？你这个人就是来就是一两句一两句，完全不会知道你去日本这种消息。会不会我这次全餐你就没全餐？雨楠，我这次有全餐哦，所以我看到你，但是你要跟我说你的位置在哪里？什么不行？雨楠还是有限。谢谢空白的红玫瑰。刚刚有谁说唱韩 K 的那个讯息？我没有看到，看一下。那你喜欢火车上？我看到影片声，原来是你留的。我去追爱追到日本，嗨嗡嗡午安，中影午安，你的头贴，
我在这种我在这里呼喊你了，我的爱人你在哪呢？你想到握手会要穿什么了吗？太早了，之前说明明嘛，对不对？明明吧，我两部哦，对，我想到我有两部哎，所以另外一部可能就不会穿那么浮夸吧。我再思考一下另外一个，你们可以给予建议。全餐超过三排你也找不到吧？全餐超过三排，对，基本上很黑，我只能看着牌子认人。对，有人做侧席吗？M 先生说喜欢，对，喜欢。不过他50块便当现在还有吗？我其实上去不会，我就是看他那个火车上有推车，临时推车才会买个东西。但是火车便当很少吃。别人穿情侣是非常代表他们会对我的回应有期待。你可以穿水手服吗？你想看吗？想看水手服吗？现在还不知道啊，没有侧排跟前三，那就别指望了。嗯，没有到前三了，我觉得前五可能还好一点点。好，前四。第四排应该勉强看得到，夜蝶那套了吧？喂，夜蝶那套好像只能是有跳过的人穿，还是你想要这种风格？你想要天使的呢，还是要恶魔的呢？我想应该是恶魔的吧，毕竟你的喜好很分明。Drake， 喂 ，Hello， 午安。我只有抢到最后一天的公演，居然现在还要抢啊！哦，也是啦，对，因为一起生嘛，对不对？好像也是抢是正常的，对不对？没关系，反正还有线上吗？我推荐你可以穿 OL 白衬衫仔。等一下，查查，你刚刚说制服又说 OL， 这样子我怎么办？另外一天的话，明明要直接拜拜了耶！我要抢到线上的也要抢吗？洛璃，这个当然要恶魔啊，不然我怎么跟兔子搭配呢？兔子是，对啦，也是要拿来烹煮的嘛，食材。制服的诱惑，这个会被笑五年哦，哦，这个会被笑五年。我看到了，我给你建议啊，看你想选什么。我选择张英，怎么可以把这个问题丢给我呢？渣渣，这个会让我选不出来，因为性质有一点相像。拼拼，我看到拼拼了，续费的一个月粉丝团，现在才看到那个20分钟前你跟我说，我现在才看到，但是还是谢谢拼拼加入我们的果然我粉丝团。拼拼应该回来了吧？他刚刚说他讲完电话回来了。你穿女仆装好了，我陪你穿。你穿什么我是没差，我只是在想这次要跟你聊什么嘛？怎么会有要想的问题呢？不都是我不知道你们来握手会的时候想要讲的东西。哦，也是啊，因为时间有限嘛，所以一定会先好好利用时间。但是我们的方向，我们的角度来看，就是很自然，像朋友平常出去吃饭的那个聊天内容。回来啦，边挂听边找食谱。哎，我跟你们说，我做了，前阵子去做了蛋糕，然后我是要做给我爸吃，结果做完了，他说放了3天，就放到下一个礼拜了。不知道坏了没，应该坏了吧，他现在还在冰箱里面，我有点不太敢面对他，想要直接把它扔掉，因为我怕里面会长一些无微博的东西，但是冰箱里面应该还好吧。没有，有点浪费耶，那就很大的一个，大概6寸。你好性感哦，我喜欢你。哇，我们的浮夸大哥博龙虾又来了哈，博龙虾今天这么晚啊。小儿子分享失败，只好先去玩一下小吃，玩一下握手会不先想好话题，会紧张的说不出话耶。像中影就蛮聪明的，他应该算是不会紧张的那种人嘛，他就会在这个他的胸前放一块牌子，是对你说的话，这样你都不怕我越来越往下就是了。小鱼我的菜，你的菜不是香菇头姐姐吗？哈，波龙虾，不是，我也想吃你的蛋糕吗？我找库洛米的衣服，看到一堆地雷装吗？你是真的要穿库洛米的衣服吗？因为我看到库洛米衣服都是大图样，全部都印满了库洛米。哎，我握手都好紧张吗？你哪里紧？你讲话很快，但是我一直以为那是你的风格，你知道吗？被你说中了，我就说其实中影这样的蛮聪明的，就是如果真的紧张到说不出话，你就指着牌子这样。你怎么会突然跑去做蛋糕？父亲节吗？对，父亲节的蛋糕，然后加上朋友有揪，我们就说好，那我们一起做父亲节蛋糕这样子。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荔枝口味的蛋糕，结果
就忘记了，放在冰箱里面忘记，因为我是安排什么，我安排两个父亲节大餐这样，然后我是做完隔天是父亲节大餐，然后父亲节是在那一天大餐的后两天，所以是隔着一天，根本没有时间吃，因为吃完就饱到不行，所以就被忘了，丧失语言，看一下，我打发新讯息搜寻翁同勋，结果找不到账号，因为时间有限才会加快一点。大家后来发现也不用慢慢讲，我是觉得可以慢慢讲了，讲不完的话好像有点可惜，但是讲太快有可能会听不清楚，所以不然就是直接像中影，我觉得中影这个方法真的很棒，就是直接写在下面，就是你可能后面要讲的话写在本子上，前面就直接用讲的，会不会比较好一点点？大概被你的美貌惊呆，谢谢你的浮夸，我相信你的眼里还是有其他漂亮的成员吧，毕竟人家不是靠脸吃饭的呢，这个实在是因为真爱吧，对吧？就像你讲的真爱一样，我每次去握你都会激动到，你都会激动到。我等一下，我真的觉得好像是我在问了了呢，因为我真的是很从不知道我们真的每次看到你都很兴奋，就会觉得啊，你终于来了，有一种让我心安的感觉。有乐乐的地方，我就会很安心的看着你，因为不知道看到你就心情很复杂，很复杂，不会形容啦，乐乐，你懂的吧？你懂的吧？你一定要懂的吧？带妹妹去山上修行，那个山是故意打错吗？水水。爹爹说，还有现在台湾女团界出现未来少女，有点类似你们以前的 DD52。这次的还想要说什么？前面有几秒六秒都是你在尖叫，这次应该也是时间很多，不怕不怕。我也可以跟你聊，你不用全部都准备啦，你就留点空白时间，其实这样也比较可以呼吸喘口气，多看一点也没有不好，对不对？爹爹说，对。他就是新版的 DD52吧，但是我觉得他们又比较接近原子少年一点点，因为谢谢，对 DD52，所以看到未来少女都会想到，而且你知道未来少女跑去跟那个某家饰品店联名了耶，超酷的，就是有一次路过看到一个这个 logo 有一点熟悉，怎么有一点像未来少女呢？结果他就是未来少女，忘记是跟哪一家，你可以上网查查看，女孩子喜欢的应该会。可以去看看，因为是蛮好看的。然后项链、手链好像都有，记得是。你看，谢谢晴天的真爱钥匙。所以我们要对看一分钟吗？要这么奢侈吗？我就说了，你不用担心，我会讲话，好不好？我会，如果有就是通常来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我会主动讲话，让你们有一种。不用想话题的感觉，好吗？交给我，如果不知道讲什么，全部交给我也没关系。谢谢中影的告白气球，谢谢中影。问你想好要穿什么之前预告，不然我会没办法准备。你不是叫我穿女仆装吗？我要你嘴巴闭闭呀！你是不是要骂我？我想起来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要在握手会上。就是填很多卷来骂我，然后骂到你过瘾，你再帅气的离去是吧？你是故意的吧？你是一定要这样子发泄才可以的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好像也没关系，你就继续发泄吧，让你心情好一点的话，那你就发泄吧。刚刚是机关枪吗？但是，原来是要骂我，当偶像真难呐、啊。我握的时候记得别说话，我会跟手手好好聊聊的。啊，你这么喜欢，你喜欢我的手大于我是吗？马赛克，哎，马赛克，谢谢洛璃跟刚刚是等一下刚飘过去的谬骂过。像台北车最近开了好多间 Kira Base 哦 ，Kira Base 哦。嗡嗡也喜欢留给自己一些时间嘛，我每天都会预留时间给自己。M 先生，对，没想到你跟我这么相像吗？天哪，未来我一定想到我们可以聊的超级无敌多的，不用来见面也可以聊很多。哎，我才不是会骂人的人，没眼镜的时候手是本体，那没有手的话怎么办？小梁，请回答，看你是直男梁还是弯哎不是哎暖男梁？对，我喜欢留时间给自己，喜欢，对，KB 现在有台北有三间，但他们之前说要开的台南一直没开，哈哈哈哈，那个会有够酸的，是不是？是不
是不是要我多握一点吗？怎么会是卫生鞋吗？没关系，我们来日方长，好不好 ，M 先生？不急不急，如果你不是急性子的话，我们还有好多的时间，就这样子留给彼此一点时间嘛，对吧？我也是喜欢一个人独处的时间嘛。我想洛璃也是，如果洛璃颠覆我对他的印象的话，晴天这次要现身来握手了吧？如果我还没讲完，刚刚说洛璃如果颠覆我印象的话，那我会真的觉得就是我自己，我真的不够认识你。如果你说你是一个善社交、喜欢社交、想出去走跳、觉得有人群的地方才可以让你真正充到电的话，那我真的觉得，是那个洛璃吗？还是你是别种品种的洛璃？看一下，网络与电话在一人一天本来就是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的，其实有不一定，有些人是他会让自己的生活时间全部都填满，然后那个填满里面就是满满的朋友陪伴或是家人陪伴，这种人也是很多，他没有办法接受可能自己一个人，因为自己一个人很无聊，就是也不知道干什么，很多这种人啊，但至少我身边的不是，所以还好。网络与电话在家庭当中变成无法关机的，对，你知道，你就知道，就是一个24小时啊，是抱着手机，我觉得很恐怖哎，真的很恐怖。所以就是我不玩手游的原因，因为你只要玩，你才可能玩手游，真的讯息一跳出来，就会觉得啊，怎么办？就好像强迫你开机，所以一律不玩手游，而且手游这东西也是很恐怖，就是它。氪金以外，先不要讲这东西，就是它会一直绑住你的时间，它可能一个不小心一两小时就过去了，很恐怖哎，很恐怖。KB 老板很喜欢开空调，这样的人一个影子都没，可以写信过去看看，会不会他们给你回信说哦，我们即将在几月开 KR Base 在台南店啊？但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要开一下，因为台南好像蛮多很多有这种需求的吧。不然其实台南还有其他的女仆店吗？有吗？反正无论如何应不会台北多，台北真的多到也不行，但也关了蛮多间的，不是吗？我一直想去直视店，但直视店已经关了好几年了，十年有了吧，十几年了。画重点 ，KB 老板说 KB 不是女仆店，那 KB 是什么 ？KB 是偶像店吗？咖啡店吧，对吧？咖啡店，然后可是他们的就是女仆是可爱的服务生，是这样吗？镜头太近了吗？啊，就是我看不太清楚，远远的话是可以啦，只是会眯着眼睛。KB 应该算是主题餐厅，偶像主题哦，真的、哦，所以他不是讲女仆，是不是其实很没有礼貌？是这样吗？是偶像店，那你们自己平常会去偶像店的人是怎么想这个店的？他们也不是女仆，他们是星辰，酷星辰啊，谁去过直视店 ？Rika。这发型很适合你吗？哎 ，Yuna 你还在啊？我现在还看到你的留言呢，我不知道我现在读到你这则留言的时候你还在不在？我可能还是会剪回去这样，因为这实在是不好整理。就是他们的设定，但就不是女仆嘛，好吧？那我们真的是很失礼，不懂的人都一直讲他们女仆，其实是他们是很不开心的，对吗？对不起，说错了，不是女仆，是星辰 ，idol 星辰是吧 ？idol。敢问现在有陌生讯息吗？米加乐，我现在才看到哎、欸，没有哎、欸，没有，刚刚停在水水传给我的。有人上班就没开。嗡嗡，晚安，我还在上班，刚好在吃晚餐。查查说：天哪，你什么时候下班？你几点下班？看一下。你以为我是吉阳？我九九看太多了，是不是？我刚刚看过这个，然后，我的困境就是嗡嗡不开直播，核废料讲的好像我的直播就是你的氧气一样，明明就是安安的直播才是你的氧气吧？全世界都知道你爱安安了，你的唯一真爱是安安了，我开不开跟你应该没差吧？就是哦，今天好像少了一个可以讲话的人，
对吧？是不是？是不是？嗯嗯，留言贴掉了。就嘴馋哎，想吃个东西，可是家里好像没东西可以吃，好像没有。我去看一下好了。不行，我真的有点想吃，受不了。还没吃饭呢，你们吃饭了吗？你们吃了吗？现在已经要六点了，要六点了，可以去吃饭了，大家，赶紧的哈，赶紧的。到底几点几点下班？不知道，下班时间有时候不太固定。先吃个吐司。看一下。外婆说可以吃饭，但午餐下午两点还。外婆好可爱哦！爸爸今天要唱歌吗？今天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几点会回来，所以，谢谢 Three Plus 的缘分想你，但是我想说让他多列一些歌再来唱。那小小歌单的午餐应该都唱完了。那长辈其实大部分都还是喜欢当年那个，就是以前的歌。谢谢，你还自己写了一个上班叉叉。爹爹说，之前日本来的。超大车轮饼也是放冰箱几个月，再见时已经发霉了。那个是不是因为你舍不得吃才放在里面很久的？好像会有这样的心情，对不对？就意识到要吃，一定得吃的时候，它就已经过期了。你是岳父的经纪人哦，我是他的经纪人，也是他的粉丝，所以能听到嗡嗡唱 cover 就别无所求了啦。好啦。好吗？看啊，怪不水球，你是不是也对冰球中毒了？广告先不要。他今天没爸爸，我不是吧？你不会是因为等吧？如果我今天跟你没有跟你提到我爸的事情，你也不会，你不会真的就不来了吧？不可能吧？我知道你键盘是轻轴，为什么你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的声音很吵？也是啦，有段路感。其实我本来是之前本来是黄轴，但是因为不太习惯，我就把它换成青轴了。每天对着日头去早安。你的前三名吗？你猜猜看，大家猜猜看，你的前三名是？你有跟我讲过你前三名吗？你的第一名会不会是？让我余生为你唱情歌。然后第三名是这个，第二名是最后喜欢。我的第三名，我的前三名我好像还没排过，但是你先猜猜看好了。我前女友是用茶轴啊，怎么那么突然？我比较喜欢茶轴哎，但是我却按过之后，其实怎么讲，我不是很喜欢青轴的太吵，茶轴本来是有考虑的，后来。很久以前买过红轴，但是会用腻，所以就又换了。这个刚好又特价，所以就买了。它都很多人喜欢，我发现这件事情。但是它有出很多的轴，什么什么什么极光轴，我不知道。刚飘高高被我抓来看你了吗？高高啊，我看看，那我们在下面的留言。在刷存在感。吃饭了没啊？我们的傻傻现在还在正在努力的攒钱呢。
我先把这个吐司吃完，好饿，我快不行了。我觉得茶桌按起来 QQ 的很舒服，你是按到哪一家的、啊？谢谢各位来看巫婆吗？你就怎么不会有一种，就是为什么大家来看我，让我看你就好了，为什么要其他人来看你？没有想到你会有这样大爱的心啊！嗯，很会猜，余生别无所求，能不能？是不是？我刚买，我想猜那个留在台北那首歌，可是我发现那首歌好多人都喜欢哦。你感觉是比较，就是不想跟大家一样。谢谢艾利克斯的红玫瑰 ，Hello， 欢迎阿克斯。你猜猜看，亮亮，我觉得很难。你可以不用，你可以顺序没有对没关系，可是我觉得前三首要对，因为他们的歌就那么多，都不多嘛，所以就。让我把它吃完。我想想啊，我想好了，我想好了，我前三应该有小可爱，一定要有的吧？这是他们的粉丝名哎，人家姑姑的好可爱啊！那个潘仓鼠怎么办？潘仓鼠是真的，我要快速吃完，不然留言要被洗掉一波。很像干冰碰到你的皮下，真的不会痛。是广告吗？你看人家，他说现在的那个家人版蛋白流失之后，他就没有这么丰满了，所以才会这么多人去补脂肪。很恐怖，我快吃完了，大家。先生，你有没有真的在家待着的时候啊？我看你24小时人都在外面，你这个家根本就只是饭店般的存在，你知道吗？是音乐季吗？是不是那个在信义区那个放肆？昨天冰球有去，好像是冰球有去。我刚刚讲好香哦，谢谢。你不会在逛街的整层都拿着直播吧？拜托，那个路人会想说你这个人太疯了吧？为什么不在定点看直播 ？I want it that way， 冰球版吗？我跟你说，我超级兴奋的，因为真的是我超级无敌喜欢。你有听过吧，对不对？网络上也有上传。昨天去河海音乐季吗？是芒果酱有去吗？不然你怎么？应该是芒果酱吧？你感觉你就是追团追芒果酱追很凶。我有戴耳机，吃晚安，吃晚安，先去忙了。玉啊，最近都很晚来啊。玉玉，吃饭没啊？还是你说的忙就是吃饭啊？吃饭、啊。我一见到你，啊，我刚才没有说台名嘛。有并列的，耶稣，我都很喜欢呢、欸，怎么办？我也选不出来。我第一名是2103，第二名是小可爱，第三名是转身跟最后，
我本来最后是第一名，可是因为我觉得最后要在人爱很就是很安静的地方，没有任何人打扰你的情况下听，它会有让你一种很晕的感觉，很晕哦，超晕的，超晕的，所以说他后来被踢到第三名的原因就是他比较看场合，应该是最后跟2103。你不是说你听到二一？对，我是听，哎，你记得很清楚啊，你好有心啊，二一对，2103是第一名，没错，没错，没错，我到现在还是好喜欢那首歌，真的是到现在听都不会腻的。但是有朋友问说，就是你这一生如果要选一首你最喜欢的歌，你们会挑什么？你们会挑什么歌？一生就这一首。那我没有挑冰球，是因为冰球我认识他们的比较晚一点点，所以我不确定以后会不会听腻他，所以我先选了从以前到现在没有听腻的歌。所以那时候就说什么西洋一首、中文一首、韩文一首、日文也行，日文一首。因为那时候你推坑我就这首歌，然后你自己，哦，我想起来，那时候推坑你超多的好吗，小梁？然后那时候你就会问说，哎，还有其他团，还有其他团，那个什么一个什么 skin 的，忘记，突然忘记了。人造皮 ，X Japan 的 Endless Rain， 哦，这是你推，你说正声绝对不会再换的歌，你确定新歌再来的话，他也没有办法就是拔掉他的头那个第这个冠军位置这样，你们有吗？啊，但是很困难，因为。歌实在是太多，要选出一个第一实在是很看状态。是的，这是救了我一生的歌吗？所以你是人生低潮都会听。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来播放这首歌，播放一下大家的第一名。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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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的高音你应该也很难唱嘛，来听听看就知道了。不知道，应该你会说难的话，那应该就真的是难哦。对不起，我是爵士咖，推爵士可，爵士当然好。那你应该会很爱9N88。昨天。才播出第三集，他们也有些商演，这点是超越滴滴与原子了吧？但也有可能像滴滴无二，只是一时的热潮，播完不知可续吗？嗯，我觉得女团本来在台湾就很难做，有可能真的就是昙花一现。我觉得女团很容易有这个问题，就是热度很高，没错，那就是一时了。男团比较在，我觉得在到哪个国家都一样，就是他们的。群众粉丝都比较养得起他们的感觉，我印象中好像都是女团比较难啦，女团。波会唱 Just Say Hello 吗？嗯，我要听听看才知道，因为讲歌名，讲歌名都有一点没有共鸣，你知道吗？就看看。等下听听看。嗡嗡午安，居然这个时间开，最近都是这个时间开，对，之后有可能也都会开这个时间，所以大概是因为男生比较花心。谢谢品客的一颗星。For Six 解散了吗？应该是还没，那应该还不算解散。这首是1988年的，非常可怕，有共有年代。但是老实说，这种比较有年代的歌，的确，我觉得那个年代的歌都，比较都是走心派的，你知道吗？最近听到突然上瘾，我们等一下来播播看这首歌米迦勒，来抚慰一下米迦勒 IG 坏掉的心。就他就讲说，哎，我原本都忘记了，就你提醒我这件事情。手游随便玩就是一个小时，很恐怖的空白。对，重点是他们推的那种手处理就是很恐怖，因为他手处理送的东西通常都可以碾压前面认真玩一个小时的人，所以你就会想出，然后越出越多这样。但是听起来没有40年代感，真的很前卫吗？这首歌的内容是在讲些什么呀？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他那个啊，怎么做到的？很困难。哦，
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两千万观看这个东西，这个多少年前的东西吧，哎，2024年前的影片，但是这应该是好久以前的歌了，对吧？我这种喜欢安静吃饭，真的没有办法去去芝士或是女仆店。你喜欢安静，因为那个通常都是你已经跟自己做好心理准备，说去那边就不是吃饭，你可以去那边喝饮料，当做喝就是一般的甜点店这样。我的西洋歌应该选空中补给的 All Out of Love 跟梁妈的，然后撒狗血的歌词，以前 X 就是这样子嘛。我刚没有看到你前面的留言哎、欸，你有看看你可以问问 Luca 他们跟 Rika 有去过芝士店，他们去应该也是台湾应该没有其他芝士店了吧？台北。他们应该是去日本嘛，我猜。基隆店关很久了，某当地团员说，因为女色狼在开玩笑吗？女色狼中文好像没有第一，就是大范围听，不然就是可以说那种曾经救把你从人生低谷救起来的一首歌，或是他陪伴你了度过你陪伴你整个低谷期间，你觉得你听他非常有感觉，然后也是靠那东西发泄，看那首歌发泄的。那这个其实也算是一种人生的歌吧，对吧？好像也可以推荐一下。地下街直视定位蛮尴尬，有人上班就开，没人就不开，真的还假的？有这种事情哦？不是固定开时间的吗？那这样的话，怎么会有人知道说他什么时候要开？固定开是不是会比较好一点点？是点的地方，是点的关点的问题吗？大概只有老板不开心。All out of love， 我是很想练吉他自弹自唱的，怎么样？那很难吗？不然你怎么没有想直接练？你是不是有一定难度才会这样讲，对吧？依品跟子萱最近也要去他们团员住店，他们说 Kira Base 吗？是吧？刚刚是在讲这个的吧？哎，留言跳掉了。哎，有了，我看到了。早些啊，我八点下班，那不就是快了吗？再两个小时哎、欸，这个班有点特别。早些让自己能不管一切的不一板过去，不管一切在讲什么，去做的事就能慢慢走出来了。我是这样了啦，对啊，这个就算是让自己分心的一种，对不对？做完就会很有成就感。地下街好像也不定是那种老板佛系开店，是不是点的关系啊？因为你不觉得台北地下街很像迷宫吗？中文的话，可能东林火车的《暮望初衷》，以前营队常唱，这个好有革命情感的一首歌哦。早八的晚八，12小时，我好想睡。查查你的班是不是都是12小时在跑的呀？是不是？等一下，吉他我不会啊，钢琴版我练过。你好，真的博龙虾。真的，来得很突然了。我们认真聊天就很正，对吧？好，昨天超疯狂打雨战，看完音乐季全身都湿，好久没有这么疯。我在哪里有下雨？晚上好像有稍微有一点点雨，对不对？台北好像有一点雨哈。忘记来窝窝台要票才行，嗨，我很抱歉，我现在对这个还是没有改掉这个习惯。不一定都十二小，通常都八小，但确认只能这样。昨天淡水大雨啊，靠海也是很适合你啊！你不是刚好也想去淡水走走吗？去淋个雨呀、啊，去个淋个雨，看可不可以就是看透一点人生这样。等你 IG 发独唱版本脚链吗？居然在叫外脚链吗？脚链，好。高高他刚好在看荧幕，淋雨一直走，人都应该有梦。刚刚说要放这个吗？就是 say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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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那时候对问说喜欢什么歌，当时没有想太多就回答了。但是我现在仔细想想，可能答案会不一样。当时回答喜欢的西洋乐是那个 Lost Star， 然后。中文是什么？青花瓷，中文是青花瓷。韩文很难哎、欸，韩文我觉得都很容易腻，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特别一首让我觉得很
我思考一下，韩文我忘记那时候回答什么了，好像是回答 Big Bang 的歌吗？ If you, if you， 原本是给这首，好像是，但是现在答案可能会不一样。日文我比较没有涉略，所以给不出来，听的东西太少了。好呀，那有跟我喜欢的，我现在看到小梁的这一则，哎，你说跟你喜欢同手吗？我原本的前三名里面有别无所求，你听看看 X Japan 的 Say Anything， 好，播播。这首我知道，但是我不知道他的歌名是 Just Say Hello。 SNSD Tell Me Your Wish， 哇，你喜欢这一首歌哦，今天没有想到，原来你也是女团派的吗？居然吗？好久以前的歌了，这首歌有十几年，13、12年了哇！这个等一下可以播一下，这个真的是啊，对哈、哦，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有少女时代的歌可以选呢。可是因为少女时代的歌大部分都是比较 pop 的，就很容易取代性很高，就是你不会一直听它。我不知道对我来讲，可是其他人可能不会这样。会，我会挑 Baby Shark 一个吧，认真的 M 先生， Baby Shark 说是很后期的歌耶，那你前面代表说都没有任何打中你的歌是吗？ Are you my C？ 来播一下大家的人生之歌啊， Are you 好像也可以选，对不对？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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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是 Fly Me to the Moon，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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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凄美地，真的有这首歌吗？真的有吗？好像有，好像又没有。凄美地，好，放着。慢慢回到饭店了，可以专心听光了。我现在看到你这种留言，你应该回去半个小时了吧？我说。最近神魔之塔满满的，帮我撑十秒啊！这最近跟那个 S A O 联名了，对不对？联名不是合作，合作，合作，他们真的是跟了好多 IP 合作，实在是没有。我跟你说，本来想回去玩，我本来从咒术想回去玩，但是账号已经不见了，我账号换了手机就不见了。哦，那个绑的设备码真的很烦，就我的心血全部都没了，完全不会想到回去玩，会让我勾起那些回忆。那个时代的经典歌真的比较耐听，而且也更有意境。对，我认同，他们那个年代的歌都比较纯粹吧，包括整个歌曲的旋律、歌词都很纯粹，就是在讲某一件事情，就我也觉得蛮耐听的，所以比较容易得奖，得奖得到我们心目中的人生之歌之奖。换这个，哇！最近，哎，我现在看到这个是怎样？跳掉了留言了，难怪我想说什么是这个奇怪的。这次的卡池太深，我等加倍。他这次的大奖是不是就那两个而已？雅斯娜跟同人还有大奖吗？我完全不知道，可能要靠你跟我说，我才知道，所以。高中大学发泄情绪都唱手机狗叫，所以这个是你选的歌吗？锤锤，
那你几时要去住店教台语？我可能教了会被打吧，被打住院好几天，没办法跳公演。如果你想看到的话，这次合作没 feel， 咒术抽满，对，咒术就算狗卷是小姐还是得抽满，是吧？是吧，学长，我们的小梁学长。对，你们是没有放过脚链的照片。双一趴大奖32奖，总共14张在卡池。我很喜欢的歌《Sugar Baby Love》，送给文文。好，《Sugar Baby Love》，《Sugar Baby Love》。鸭脖，哇，这看起来很有年代，这 MV 相当有年代。这个是不是出生前？是出生前的吗？哎呀 ，MV 耶，它有一个超级复古的 MV， 这好爱哦！天哪，超复古的耶，不是复古，他们本来就是古。Lost Stars 的我也超爱，对，这首歌本来第一次听会觉得怎么那么平啊，当初不懂的时候越听越上瘾，不觉得吗？而且我生日当天刚好是合作最后一天吗？呵，那就是要叫你抽了吧，叫你合作最后一天抽好抽满了吧，是吧？你有抽吗？我最近看了日剧 Vivant， 想学蒙古文，他是在讲什么？为什么会跟蒙古文有关系？没有联想。哦，讲双重人格的是吧？这个 Google 真的是太无所不能。马达马达，这绝对是日文吧？晚餐煮完的80克的通心粉煮出来超多，因为它会膨胀啊！而且没有想到你会喜欢通心粉啊，好惊讶呀！通心粉，哎，把搜一下，桌子有点乱。日文我会选泪光闪闪，也不管哪个音乐课必练，太熟了。泪光闪闪感觉是很多台湾人会选的歌，哎，这首歌实在是很有共鸣。今天要开到差不多了，我也差不多6:30下播，差不多6:30。台北地下街搞清楚那几条就好。北车尾 center， 南市站前屿。你这样讲，南的东西南北没有办法啦，没有方向感的不会搞不清楚东西南北。谢谢拼拼的千纸鹤，太早了吧？是你来太晚了好吗？艾利克斯啊，不是艾利克斯，是核废料，刚刚讲的是不是？应该说好逛的要去 K 区，不是好逛，宅的话是要去 K 区，然后通道流通。通道的话是去 R 区，走中山是走 R 区 ，KR 还有什么？Z 区对不对 ？Z 吗？等一下 Z 吗？还是 K 还是 Z 呀、啊？啊，没有 Z 吧？是 Z 吗？还是等一下我突然搞不清楚，反正有一区是很宅的，那一区是 K 还是 Z 啊？忘了，宅的不是 Y 区吗？啊，对。橘色的，橘色是 K 区 ，K 区原本是成品，结果收掉了。R 区是红的，然后有 Z 吗？忘记了，完蛋了。我姐超扯，跟她抽第一抽单抽都抽到头了，那你看这还要继续除？她是先除完然后才抽还是怎么样？这样的话就根本不用除啦、啊。有 Z 区就站前那一条，这个问乐乐就对了。等等，乐乐还比我熟，那让乐乐来讲就好了，对不对？不然那边误人，就乱讲，让人家乱走，说要去宅区，然后跑去一个 Z 或者什么 R。谢谢鬼吕猫的鬼画符，谢谢吕猫。台语了吧？我差不多快追上留言了耶。我好像快追上，对，我追上留言了耶，怎么那么快？还是因为刚洗掉很多了，是吧？是洗掉很多了吧？看一下我，你累积的起来的时速不够，怎么能关2小时呀？谢谢洛璃的经典麦，谢谢洛璃。
有 Z 区就站前那一条。今天的台语小教室要教什么呢？哎呀，为什么冰冰讲了一句平常会讲的话？好，我来看一下。还好，应该没有很乱吧？应该还好，没有很乱，没有丢脸。看一下。先纯色的白，好，我们现在想想，台湾小教室叫什么呢？哎，嘿，台语小教室教。台小要试了呀，今天教什么呢？我告诉你，这也太多了吧，一堆之前写的。好，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今天台语小教室要教什么呢？教这个叫做人生的歌。人生的歌要怎么说呢？人生的歌叫做零星的歌，零星的歌，零星的歌。来造句。哦，我就喜欢林雨欣的，所以我想要做零星的歌。诶，安尼我会使，呱呱呱，伊就会摸我的头，我就可爱的零星的呱，零星的呱，这标准的意思，零星零星，我们省略啊，零星，谢谢落来的中心鼓雷，中心鼓雷零一的呱，没错。零怎么讲啊？零一零一的瓜，我刚打完就讲你打了啥？你打了啥？我说你说的啥？最标准，原来是你说的吗？这句难得讲的不错，范例怎么直接破功了？我要讲的零星的歌，就是迄零星，唔是迄零星啦。你知影我的意思无？唔是你的零星，是 AKB48 的零星。零星 ，OK。A 歌，Hello， 克里斯，克里斯，哦 ，Hello， 奥流星，奥流星，我又讲的蛮标准的，对不对？奥流星的歌，奥流星，奥流，我要笑死了哈！什么了？你也想要当零星的瓜吗？想都别想，你嘿瓜就是我，只能是我，未使是别人，别人拢唔是瓜，拢是鸡。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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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这次阿妈爬一半要躺回去，勉强标准爬一半。那阿妈很不错，阿妈有进步哦，阿妈不用复健哦，吼，这个就可以起来走路，不用复健了，哦。我未食瓜，我未食，啥物意思？谢感谢绿鸟的红玫瑰。我问你，零星的干怎么说？台零星的瓜，零星的瓜啊，瓜就是瓜，唔是迄瓜，
哎、欸，有什么差？好像一样、欸。歌就是歌，唱歌诶，歌诶、欸，好像一样哎、欸，是一样的词哎、欸。等等，零星的歌有密集的歌吗？密集的歌就是诶诶 ，Mickey 诶 ，Mickey 诶。干哥，呱呱呱呱呱呱呱，干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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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呱呱呱，哦，鸭子有点东西哦，鸭子想要干哥哥是吧？哈，青蛙，一边是林一，一边是米娜的，米娜米娜，你看米娜，对耶，我没有发现耶，谢谢小羊的小号角，请指出腹腔共鸣，呱呱呱呱。没有，我在讲台语。干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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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哥。谢谢小梁的音效卡，我只听到一只呱呱呱。绿猫不是，诶，今嘛是台语小教室的时间，不是迄诶咧动物园，动物园诶呱呱呱，才是迄鸭子我讲呱呱呱呱的呱呱呱，嗯。有听过听清楚啊？在讲啥吗？哦，主要是看尾韵有没有嗯的音，歌的嗯偏前面很难哎、欸，这个听听这个太详细了。歌是哇哇，知道吗？哇，干的是后面哇，是吧？哇。刚刚有人推荐我蛮多歌的耶，但是这个好像可以哦。嗯，叽叽叽叽，贝贝贝贝贝，叽叽叽叽，贝贝贝贝贝，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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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叽叽叽叽，贝贝贝贝贝，叽叽叽叽，贝贝贝贝贝，啊啦啦啦，哒啦啦啦啦，叽叽叽叽贝，叽叽叽叽贝贝贝。叽叽叽叽，贝贝，嘿，啊！九名是社恐兔，他真的因为社恐所以躲起来了去。第38名的日本核废料现在还在日本玩，不是在日本玩，你来看什么直播哈？你就充缺没关系吧哈。第37名是得得，今天好久不见的跟你聊了很多。第36名是8点要下班的查查，你的名字什么时候才不会是场班社畜心头嘞？第35名是新的捧捧是派蒂凯蒂派赖。第34名是全餐的雨男，你还没有跟我说你的位置在哪里？第33名是马克0117，哎呀，马克，你今天来了，为什么不晓得哈？马克啊，马克。第32名是绿鸟，绿鸟，绿鸟的新名字绿鸟，绿，你跟绿哥有什么关系？绿鸟，绿鸟，绿鸟，绿猫嘛，绿猫，绿猫，绿猫，绿鸟，绿猫。第31名是刚刚才进来的小野木，你是不是会觉得我要开刀？9点才这么晚进来。第30名是柠檬儿，柠檬儿今天怎么这么沉静？现在都进来在里面偷偷的蹲了好久好久。第29名是久久不见的空白，
空白呀，最近去哪儿玩了啦？空白。第二，你是阿叶说在潜水中，你是不是假日不太能听播呢？第二十七名是布兰克，布兰克每天都来哦，布兰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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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起来很好吃。第二十六名的玉鱼说刚刚要去哪里？是去什么？去忙吗？你今天有什么活动吗？玉鱼，召唤玉鱼。第二十五名是弗伊普拉斯。弗伊普拉斯最近都很常来，你可以永远的留言，我会更开心。第二十四名是乌诺，今天乌诺他要载我收回讲很多的骂我的话呀，我是赵油仔。第二十三名是艾利克斯，你今天为什么这么晚？还说你刚刚才来，六点才来，还敢说？第二十二名是吉野猪去把妹，我都已经忘记你原本的名字叫做什么去了。第二十一名是地球，地球今天也是一样的安静，希望哪天可以让你顺利的开口陪我聊聊天。第二十名是翔诶，我发现翔诶现在进来的时候的话都越来越简短了。第十九名是剑骨，剑骨是不是剑骨？对，剑骨好像不管什么时间都会来耶，只是来的时间比较晚跟比较早而已，感觉到了，我发现这件事情。但是之后应该都是没有意外，应该会开周日吧，猜。这首歌好适合韩榜，不觉得吗？节奏很强，以前会跳哦，也会跳那个好，没事。第十八名，花生怎么说进来了？我怎么不想到花生进来了？花生，你的假日有没有比较没有那么有忙一点点啊？第十七名是脑公，脑公的确都是假日出现的假日小朋友。你平日是不是很忙？因为我自己开开玩。第十六名的海报不停的换头贴，这次是谁的头贴啊？是还是耶？对，是你耶，是你本人。之前是一个骑单车的头贴。第十五名是许阿北，想念你哪天换回自己的帅气颜值啊。第十四名是波，这波西这样好安静哦。波西是不是喝太醉了，还在醒酒啊？哈，波西。第十三名是吉米啾，吉米啾今天很早就来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在里面。第十二名是皮子，是紫皮的竹轮，记得你之前的名字只有两个字，就叫做竹轮，为什么叫狮子皮啊？第十一名的博成，他说他是他现在去哪里了？博成哈，你不要打游戏啦，我都要关播啦，打啦。第十名是新朋友的品客，应该不是换了名字的吧？第九名是乐来，所以你的 IG 是可以敲我的状态吗？第八名是韩吉，哎呀，韩吉现在已经变成固定咖了。韩吉，我有看到你私讯我哈，多私讯我一点的韩吉。第七名是小梁，接下来要换什么头贴？这次想要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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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情？这次，因为我发现好像每次都一样，有点困难。第六名是欧流星，你不能消失，说好的不能消失，不要哪天真的就人不见了去。第五名是中英，中英的班班真的很厉害，虽然每次都念不完去了，因为那个内容有一千字。第四名是哇哈哈，我记得你之前也是520，我也520两次给你哟。第三名是平平最近还顺利吗？平平，你的音乐追梦之路算追梦之路吧，对吧？第二名是 MM 先生，下次换一个嘛，我现在不行，再吃 MM， 你在公演前不要是 MM， 公演后可以 MM。
MM 我想吃那个叫什么 Twix 托伊可斯，那怎么翻译？托伊可斯，托伊可斯先生，笑了八个拍子吧，我猜，我不知道到底笑了多少个。哎、欸，怎么换 The Boys 了？哦，也是可啦。第一名是晴天，今天的第一名是不同之歌哦，晴天。冰的背上，怎么跳？我不会跳。哎、欸，我会跳的是二维，我不会跳这个。Bring the boys out, bring the boys out, we bring the boys out, we bring the boys out。怎么跳？哦，忘了，前面怎么跳？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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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有学过哎、欸，什么舞蹈版？舞蹈版？舞蹈版？再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啊啊啊啊！舞蹈版，舞蹈版，有了，有了。哎呀哟！哎，我以前就是用这个影片练习的，不是用这个影片练习的。掌声鼓励！我以前用这首歌去比赛过哎，但是我本来是想认真跳，但是就变成在搞笑。我明明就是想认真跳舞的，怎么那么喘嘞 ？Run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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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 好，嗯，你这样不是？我跟你说，我这个跳这个舞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不记得了，不记得了，不记得了。好。我就很病的，所以我在表演的时候，我是这样看着地板跳的，我是这样，然后老师一直开导我说，你不能一直看着地板，像你要有自信，你要有自信。
然后那时候是第二次发表是跳那个 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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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 我就很有自信的看着一个某个地方然后跳，老师就说你进步很多，很进步很多，于是我好像开始喜欢上跳舞了，结果没想到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啊。分享给你们算了，我会跳到歪掉是正常不过了。没有，我是想认真正常的分享，好不好？我不知道什么每次都这样子，反正呢用这个歌去比赛了，本来是认真的跳舞，结果后来因为表情太丑了，所以人家说什么你好像就晋级了，反正这个是以前的事情，那以前的事情我也参加过某个节目，反正就莫名其妙的进去，就是因为很丑啊。有没有打你哦，三八，很会唱歌的谐星，那、我就没有想当谐星。哎、以前人家说我是谐星，我会生气。我说我没有，我不想当谐星。好了，算了，总之就是给你们一个，给你们一个饭前娱乐。跳这首歌配一个小小挺身，少女时代吧，少女时代有什么表？你看少女时代的那个少女时代的海报。以前最喜欢杰西卡，我不知道我刚刚要不要讲出来，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在里面了，有点尴尬。那我学谁好呢？学。有没有动作的？有动作吗？啊，这个很经典的，是鸡吗？啊，这不是可爱森林派，这不可爱啊，这一点不可爱啊，哪里可爱了？这样很有气势。一，还有一个这个。三连拍看一下，美白看一下，不黑原来是会发光的肚脐吗？对，我在里面放了一个 LED 灯泡，怎么了啊？不行吗？开始夸你，还以为开错台。我跟你说，品客，这就是正常的样子，好吗？这个才是正常的样子。黑肚肚，那么圆，可爱三连拍。我要看灯泡，你是想骗我掀起来是吧？哈，女猫，学会了啊！二，手收。二，比个鹤的手势。
挖鼻孔应该很方便，会痛，好吧，会痛。那个脸在干嘛？是啊，叉叉，照顾我，照顾我，我需要照顾，不然我中风了怎么办？中风了就没办法直播了。你今天怎么了？怎么可以呛成这样子？我也不知道哎，为什么嘞？为什么嘞？为什么嘞？银狐福克西可以挖很深，应该说是五条的手势吗？好，我可以照顾你来，查查快点，我好痛哦，我全身都在痛哦，我的手指好痛，我的心脏好痛，我的肚子好痛，我的黑肚脐好痛，好黑啊，好需要照顾啊，好黑啊，好像小亮敷衍哎，小亮，我做给你看的，算了，那就下播啦。可以不要自己玩到玩自己的脸吗，小姐？脸就是要拿来玩的，不然要做什么？脸能干什么哈？你告诉我啊，脸能拿来炒菜吗？不行吧？油啦，可以啦。如果油的话，可以拿来煎蛋，没错啦哈。好可怕，所以分享文要发分享文，这个吧，这个，这个吧，是吗？需要进加护病房，好哎、欸，投胎人生，等下有地狱，回地狱。你实话实说，今天刻了多少？去验尿就知道了。好啦，大家拜拜，拜拜，晚安，好，大家晚安啊！不是，不晚，晚饭，晚饭好，晚饭，拜拜，